老头，我听说你们要从我们的国家撤走这消息是真的吗？亲，我看抱歉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图纸啊，你凭什么拿走啊？这些图纸是我们的，我们都必须带走。这是我们设置我们自己画的，你凭什么拿走？所有跟图16有关的资料，我们都必须带走。凭什么呀？这也是我们所有科研人员的心血，全都放下。放下！哎哎，不许拿走！ 你们，我今天都要看看，谁敢把这图纸拿出这个门口？谁敢？谁敢？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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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吵了！冷静！冷静一点！情况是这样的，苏联的上层，他们撕毁了与我们的经济合约。 取消对中国的所有的援助，撤退了所有在华的苏联专家，他们也不过就是在服从命令。赶紧点，快走！杜总，如果今天他们把这些图纸拿走，将会把我们中国的航空业推向绝境啊！ 没错啊，杜总，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。是啊，杜总，不能让他们拿走啊！谁呀？别闹了！我方得到的命令，放下，放下，任他们带走所有的资料。他们不仁，我们不能不义。